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的这个疫情似乎比昨天更升高啊，我们原本都希望或者觉得它应该会往下缓慢的往下走，但是好像实情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陈时中部长说这是新高峰，是不好的现象。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接下来疫情会怎么走啊？6月14日能解封吗？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么事实上这里有很多这个一个案件一个案件这个在爆开比方说晶圆电子今天发现已经有39个人确诊了晶圆电子。那有里长说那实在是太慢去快筛了。那另外是养护中心在台湾，也就是长照，在台湾已经有70家有人染疫了。那其中土城养护中心30几个，那有人已经他的妈妈在里面工作，所以在求救。那我求救表示什么？表示里面有漏洞哈。另外是感觉新北市整个新北市是严重的那为什么新北会这么严重？另外是今天立荣航空飞厦门，那实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这个错误怎么会有让 PCR 检验是阳性的人，那么能够登机飞到厦门去？就表示咱真的有漏洞在。那这个很多民间单位希望能够赶快这个帮政府找疫苗。不过陈时中今天说，他敢说现在民间买不到。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不过买不到的同时，日本的这个要送给台湾的疫苗似乎越来越成型了。那另外美国今天晚上也要宣布这个8000万剂能不能分配到给台湾那现在呢，这个为了疫苗的问题，国民党发动快闪那么这个在桃园机场是充满了人潮，那说有人是在说要去美国抢打疫苗的逃难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第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冯一哥好，大家好。另外是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黄老师，冯一哥好，大家好。好，以及万方医院感染科的主任李文生，李医师，大家好。以及长照的护理师林志轩小姐，大家好。那另外呢是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大家好。以及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老师，黄哥好，大家好。那待会儿呢这个中山大学的医师林静怡林医师，以及日本庆应大学的研究员四三学都会加入。那今天这个情况似乎不妙，因为本土病例364，那如果是再加上这个校正回归219，那加起来呢就有这个583了。那其中新北市严重265，那另外台北市224，苗栗有34，桃园有30，彰化有15。好，来这个陈时中今天的记者会，我们来看 VCR。三级警戒实施3个礼拜，确诊数字仍未趋缓。3号新增本土加校正回归个案共583例，新北最多265例，其次是台北市224例，至于苗栗县则一口气确诊34人。看起来似乎，又好像一个新的一个高峰了不过事实上还不是很明显。可能这些要这2天我们把它清查得更清楚。不过目前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迹象。疫情状况不明朗，单日新增17人死亡，还有2人施打疫苗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50多岁男性头痛合并恶心呕吐情况仍在 ICU 观察。另一名40多岁女性除了发烧、肌肉酸痛外，甚至在第8天发现手掌发疹。这2人经过抽血检验，研判疑似为血栓病血小板低下症候群，全部都要负责一次，一个人罚1次。10多人群聚溪边玩水不戴罩，指挥中心特别点名年轻人，20到39岁年轻族群，5月10号以前染疫比例约34.3%，三级警戒后5月11号到6月2号下降到19.9%，但这1-2天确诊比例又上升到25.2%，跟防疫松懈有关。在年轻的这一部分可能有一点防疫的松懈。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没有必要就不要返乡，不要做长距离的移动。呼吁廉价减少返乡，市场采买拜拜也谨记勿逗留，一次买足，避免暴露染疫风险中。好，那么陈时中部长说，疫情看到了新的高峰，观察属于比较不好的迹象。他说，下礼拜是端午节，希望大家没有必要就不要返乡，不要做长距离的活动。已经请交通部把端午节连假期间长程公共运输量维持在两成就好。那交通部呢，正在拟定相关的计划，所以你搞不好你买票也买不了哈，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整个这个从五月十五双北升三级之后，整个的曲线图哦，每天的数量。黄色的呢是每天的本土，后来呢蓝色的是校正回归，好，那要两个要加起来，总共是每一天确诊的数量。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啊是这样的啊，这曲线是这样的。那本来啊会觉得说，咦，慢慢的、慢慢的在往下降了啊，想不到昨天又翘上来了。那今天呢，也很高。那如果加校正回归，明天不晓得多少哈，不过看起来数字是这样，所以陈时中才说。好像又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又不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李医师，你怎么看？是的，这一波的疫情从五月十五号第三级警戒到现在，还是维持在高原期啊，还在高档震荡，所以礼拜一、礼拜二下降到200多例，大家在高兴，而且 RT 值啊也降到1.05，可是昨天和今天又突然间往上翘，对，那令人不免担心啊。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是否有哪些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传播者或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啊，造成防疫的破口。对，所以最近这几例，包括这个医院，还有一些长照机构，还有这个电子公司，还有一些移工的宿舍等等，这些啊都造成一些群聚。而据我观察，是这些地方啊都是一些人口密集啊，大家生活密度高的地方。而这个病毒的特色，这个英国的变异株啊，它的传染力特别强，而且死亡率也提升了，不止年纪大的，甚至年纪轻的也都有传出死亡的病例。是，所以对于这个英国的变异株，我们在对付这些包括人口密集的地方，而且这几天大家谈的一些传统市场，人流管制，还有注意这些生活啊，包括大家在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娱乐等等，这些地方可能就是大家要加强的地方，才能够啊。把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得更好。六月十四，你看三级警戒能解除吗？六月十四，事实上，如果说以这一两天的疫情看起来是蛮不乐观的。不乐观。但是，一方面啊，大家要做防疫，一方面又要怕影响到经济。这几天大家在马路上看到车子也变多了。那有一些民众，他也反映说：“那我要工作，我要吃饭。我总是要活下去。”是。所以，这个防疫跟经济。这两个跷跷板如何拿捏啊？事实上是对我们这个全体台湾的公民来讲是一大考验。那你看会更严重吗？当然，我们台湾的号称公民素质很好。如果大家遵守这些那个防疫新生活的规范，还有第三级警戒大家好好的遵守，以及现在那个大量的快筛啊，因为现在看起来快筛是个不错的工具，是因为快筛它只要30分钟。而且它抗原的快筛啊，便宜，速度快又便宜，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虽然说它的敏感度不是100%，它至少80%。举一个例子，如果说这个机构有100个人，它有10个人确诊，我今天筛了100个人，能够抓出80%，抓出8个人，剩下2个人有传染力，是这样依次递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你如果不在这个重点的地方，或是所谓的热区，进行快筛的话。那这10个人你永远抓不出来，是。但这10个人传播力当然比2个人多啊。好。那么这个是前台大医院的副院长医师叫王明聚，他说啊，他是看得很担心哦。他说目前每天确诊人数还是维持在300以上，甚至还有7夜的群聚感染，疫情中火随时会烧成大火。王明聚提醒，现在只有立即执行大量快筛能量，才有办法度过这一次的危机，要大量快筛。
他说他还对企业大佬喊话，你别想着等人来救，怎么可能啊、哦？那王明基说，现在是处在一个叫中火闷烧的状态哦。如果不努力打破这个中火闷烧的状态，让它变成火的话，啊、哦，这个闷烧要让它变成火，只要有另一个小破口，就会变成一团大火。哦，王明基说，如果没有立即执行大量快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感染者找出来，并且做最好的隔离的话，所有的人都将无心上班。我相信工厂也很难开工，就算订单再多，也没有办法生产赚钱。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任建雄，你怎么看？我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比较担忧啦。比较担忧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数字的部分啊，因为刚比如说以今天的状况还没有回到校正回归，如果你校正回归再加上去的时候，它是不是跟前面几天的这个曲线说啊保持在这个区块里面，还是它有可能再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回到我们最早台湾防疫守得很好的时候，当时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控制被感染的人数？所以我们有个东西做得很强，叫做疫调。所以我从一个人找到之后，我会从他做一个同心圆的一个原点。然后从开始往外去画圈圈，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疫调很详细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快可以去框列他的接触者，然后找到这些所谓的可能的被感染者。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在只有我们个位数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快就可以止住，没有让它再扩出去。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现在社区里面有哪一些人他是已经被感染的，再加上你看到这几天，您刚刚特别提到比如说在养护中心的这件事，你看前面这两三个礼拜我们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哦，叫大家不要出门，说大家都留在家里面，尽量把这个可能被感染的途径，或者有可能自己是确诊者，然后自己已经生病了，自己不知道，你传播出去的途径给他给截断，没有错。但问题是养护中心呢？养护中心大家会觉得在里面的住民基本上也照不起啊，也不好多照啊。那结果爆发出来的却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它当然它还是在内部啦，可是它的群聚的状况，事实上也导致了它的疫情看起来最少在这个地方它是一直传出去的，在里面一直传啦、啊、那我更不要去讨论，就是说它里面的人有没有员工或者是什么，他可能有放假或者是回家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也是不小心被感染到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是成为另外一个破口？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包含到移工的宿舍，甚至你看到在以这两天的数字上面来讲，以前大家比较focus 的是什么？是年纪大的人。对。但今天的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年轻人，他确诊，尤其他如果去快筛或者什么，看起来那个比例上面，大概我今天看到数字应该是四个里面有一个啦。对。就说那个25%。对，那个其实25%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你知道他反而因为他可能年轻力壮，他可能身体很好，他可能觉得我平常有在运动，所以我就算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我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那问题就来了哦，那你今天有可能传出去的状况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可以像你年轻力壮的？所以我觉得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刚为什么讲说我真的是抱持的比较要很谨慎的一个态度就在这里。你看了、啊、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确诊人数增加的时候，那各级政府跟我们这个中央是告诉大家讲说你先留在家里面，那先留在家里面，多数的这个所谓无症状或轻症的人有可能是可以自己度过这一段，但是因为后来有几例的例子是因为他在家里的这个过程当中导致他突然的病发，或者他突然病情加重，对，所以我们后来调整了这个方向，调整成什么呢？你只要确诊或者是什么，我们基本上就希望能够他集中。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多重的挑战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出门，大家守在这，对，那守在家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造成了另外一个的所谓的群聚，而是大家不知道的？你看一俩就吹到一个疫苗，一阳十几个，二十几个，你也来看过看过去。如果按照以前同心圆的概念，我认为这个对现在的整个的疫情来讲，真的会让大家比较担忧啊。双北疫情重灾区域统计出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就是家里和职场，一直到六月二号为止，你知道哈，所谓的家户内感染，算一算哦，大概43%。那表示说在这半过去，特别在这过去半个月来，你知道哈，常常是有人感染，他回到家里，再传染给家里的人。根据台北市统计，家户感染占传染途径43%，新北市的数据则显示家户感染达40%，职场传染为16.38%。吃饭的时候哈，煮一煮，你知道不要共餐了，与其要弄到亚克力板隔开，我干脆算了，就煮完以后哈，各自打饭，你知道大家分开吃了，不然就不同的时间吃了。
所以不要共餐，碗筷不要共用，浴室啊、厕所这些哦，可以分餐就分餐。要求家庭自主高规格防疫，柯文哲也拍板，只要确诊，除非审核过家里空间够大，每人独立卫浴，否则一律送防疫旅馆或是送医。不过既然这个家务感染数目这么多哦，如果确诊的话，还是让你去住防疫旅馆啊。对那些年轻人，我知道他们其实他们的死亡率很低的，可是我想把你放在防疫旅馆，防止你去感染别人。那对那些年纪大的，为什么可以放在防疫旅馆？防止你在家里变坏的时候来不及把你送医。双北各自出招防堵家庭群聚，新北市也针对28个重热里提出强制计划。这28个，所有被毕业的打入院，能够在里面，所以市民在重热里赶快去看看。因疫情变化，战术只能滚动式调整，想办法防堵，也往前溯源。来来来，我现在就是说，台湾很多人啊都很帮忙了，很克制嘛，哦，公民素质高。那这个是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啊，陈秀熙教授。陈秀熙教授说啊，5月29至23，全台湾的 MPI 落实度只有46%。什么叫 MPI 呢？就是说你啊。这个听从政府的劝告啊，戴口罩，那减少出门啊，外面不要群聚啊，等等等，这样子就政府介入的这个措施，这样叫做 MPI。现在啊，说当时这个落实度是46%，5月23到5月27落实度才66%。那他认为大家要加把劲，要落实那个落实度要到86%。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么配合，我们才扣66分而已。他说我们就要扣到86分，难道有办法把 RT 值降到1以下，这样疫情才有办法向下？但是我已经很帮忙了，我到底要在做什么？我想请教范老师。我觉得我们好像又掉进黑洞里了，本来从黑洞拔出来又掉进去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校正回归，其实在礼拜天的礼拜六的时候，上礼拜六是166，到礼拜天变89掉下来了嘛，然后礼拜一73，礼拜二65，所以大家还记得吗？礼拜二的时候，前天陈时中说我们可能未来就不要再公布校正回归，已经低到65了，对，结果我们看到那个到昨天变又跑起来177，然后今天又往上变219，然后这个校正回归本来是说已经不要再公布了，现在又往上飙了，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昨天。新北跟台北市都是往上走，都几乎是 double。本来我们一开始啊，这个从这个三期开始，那个时候一开始当然是台北万华是最多的，万华高过新北，然后后来是新北高过台北，现在台北跟新北在缩小了，你会发觉现在今天新北265，台北224，加起来剩下40，对，那表示什么呀？这个疫情好像在台北。没有如我们本来讲的下降了，它又死灰复燃喽、哦，那什么原因？然后再来就讲失火，现在最麻烦是我们找不到火源，我们不晓得要打边去，那个闷火在哪里？那个闷火在一直烧一直烧、然后本来万华下来了，怎么又现在台北市又复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台北看起来台北跟新北是找不到怎么去救这个火，所以为什么？这两天很多人讲说，是不是新北跟台北要把这个指挥权交给中央？就跟当时的布桃一样，事件由中央来处理。就是说是不是要这样？否则就变成说现在变有点没有章法。那没有章法之后，就变成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变成这个大家本来看到希望，现在要完全落空，那个心里变得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也看不出，然后现在加上现在包含就讲过。养护中心，养护中心这个又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养护中心，它可能它这个很多是老人家，它的免疫能力又特别低，然后又群聚在一起，那你现在又不可能把它分流，不能又不能把他们说接回家干嘛？家也怕会有更大风险、了解哈，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不是新北市好像有爬起来哈？新北市其实连续好几天它都最多，而且那个量一直压不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新北它其实之前前几天的时候曾经公布一个足迹的这个热点，就是我们看到在传统市场跟卖场不是加起来一共有高达73%的共同的特性嘛，然后其他有一些是公园啊等等其他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新北市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说，你既然知道重热区范围在哪边，他们的共同足迹又都是在市场跟卖场的时候，你就要先从重热区的市场和卖场下手，是先把这个最火最烧在闷烧的那个最旺的那一区，先把它框住，让它的火烧不出来，那所以他应该又用一些重热区的强制手段，不管是全面的筛重热区的居民，或者是在重热区里面的所有菜市场、传统市场以及卖场的人流管制。那现在看起来，新北的菜市场的管制哦比较松散，就是说，哎，他有一些有管，说啊，你没有管好的，我就给你先停业三天。可是他比较不是针对在重热区里面的所有的菜市场，那还有他的卖场，那是不是也要用一个比较强制的手段？譬如说我一个小时我就只放50个人进去，我下一个小时再放50个人进去，就是换班的概念啊，就是你不能让大家都聚集在那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一支病毒呢，医生专家的讲法是说它的发病的时间比较短，它可能在3-5天就会发病，那所以这两天的数据确诊的人数往上升，就表示他们在上个礼拜的群聚是密集的。那上个礼拜有什么事情让他们群聚比较变得密集呢？去采买。那所以你就必须要针对那个发生的那个原因，因为他们聚集采买，所以他们感染的这个数字往上升，你就要从那个群聚的那个时间点去下手，去控管菜市场跟卖场的人流，必须用强制性啊。譬如说我高雄来的，所以高雄的菜市场，因为传统市场通常是一条走道，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分支嘛，那高雄是在每一条分支全部都绑上那个黄色的禁止进入的那个，它就封起来，所以你的支流都被控制住，你只有主干道，那主干道呢就有人站岗，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他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有多少人进去，然后身份证的尾号单双分流等等的，就他会有一些措施。那我觉得新北应该在几个重热区的，不管是区板桥区的什么里，你应该在这些地方做强制性的人流管制，是这样才不会让那个火烧出来。因为柯文哲他这两天不是也讲了，他说他预计3个礼拜之后外县市会跟台北一样，你不能让外县市跟台北一样，所以你要把他刚刚是讲新北，所以你柯文哲要把台北市给控制好，台北市也应该要用一个比较更积极一点的手段，重热区你要有采取比较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和手段，才不会让这些比较热的区烧到比较不热的区，那整个台北不是就完蛋了吗？是，我看台北市长柯文哲柯市长他有说了，他说因为确诊者他就不让他留在家里面了，因为留在家里面很容易感染给家人，那所以他把确诊者不管你是轻症无症状，你都放在防疫旅馆或集中检疫所。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有症状才快筛得到嘛，你很难压制他，那所以呢他说因为发病前我们就有传染力了，所以他说这个有症状才快筛这个事情也很难压制，那所以他就是说接触前，如果你这个人已经确诊了，那接触你跟你接触的前3天的人都要被框列跟隔离啊，那来筛检这样。那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他说，我们现在社区隐藏个案太多了，现在要想办法把它找出来。我现在就是说不知道说要给找出来，你知道这个就是王明聚医师讲的要赶快大量快筛。那今天也邀请到护理人员这个志轩。志轩你觉得我们这个你有什么高见没有？是这边我其实很担心我们台湾接下来有这个大概50,000多的民众，50,000多的家庭，这个长照使用的家庭他们的安危。因为刚刚我综合刚刚先进所提到的这个人流分流，那找到这个隐藏的传染链，没错。那可是呢，我们在过去的疫情调查里面，我们很少看到真的养护机构里面的疫情调查。我们通常都以为躺在床上的人他没有传染力，不会动。但其实呢，我们如果真正经营过一个长照机构的话，你会知道，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那个住民是需要喝奶奶的，
住民也要吃饭，住民也要有菜饭，有尿布商把东西送进来。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不到这一些人的足迹，他有没有在这个70家的机构里面彼此往来？是你的意思是说，比方说了，这个这长辈他有需要纸尿布，那我可能是卖纸尿布的。那我这个长照机构，我去送了纸尿布，我可能再到下一家，再到下一家，这样是啊，就像那这些人的足迹是没有被管制的，是、哦、这些地方我们没有想清楚他的这些动态、他可能把病毒带来带去。我们不是说歧视了哈，但是他是唯一在这些机构里面有可能串联的人物。对，因为我同样北区的经销商，我可能跑20家长照机构。那这些人他有没有被管理起来？因为他不算在里面的任何工作人员嘛。可是他暴露在这些机构里面，我们有没有关心他？有没有去筛检他，把他找出来？那还有这些人调查出来，我们除了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板上面的哈，50000多个家庭在使用这个长照服务。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里面大概有1/10的工作人员在机构还有社区里面跑来跑去，因为他要上班下班啊，你要买菜他也要买菜啊。所以呢，我这边真的是强烈的呼吁我们的政府哈，在疫情调查这一关千万不要放手，而且呢，你要调查对地方。例如我们现在有很好的 GIS 系统，登革热都在用的这个系统，我们把它跟养护机构的地址串联起来，我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的在判断到这个市场的周边有哪一些养护机构？我们都以为养护机构是很大一栋楼，像医院一样啊，不好意思，不是哦，他可能藏在你们家的2楼以下，是这个公寓里面的1楼、2楼，他跟你共用通道，跟你共用电梯。那这些场所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不是要上班下班？我们不要去歧视他，他是我们社区里面的一员。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即刻快速的让他能够接种疫苗，保护他自己，也来保护我们市场里面的所有伙伴？再来，这个我们从这个疫情指挥中心里面的判断哈，这一类的居家服务员跟居家护理师，居家护理师比较好的，经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哈，在昨天跟前天已经排上我们这个疫苗接种的顺位第一位了。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很多的居服员在机构里面服务的居服员还有外劳，他们的顺位排在第6位耶。好，第六位的意思是前面的人都已经打完一轮仗快要挂掉了，这一些人的盔甲还没有披上去。那盔甲没有披上去，你就要请他进入战场里面。那请问一下，我们如果筛出来阳性的人，你要放哪里？可以放防疫旅馆吗？不行啊，因为这些人身上都有管路。你没有居服员跟着他照顾，你没有居家护理师跟着他照顾，你怎么把他从这个地方清运出来？好，所以这个点是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破口弥补起来。目前呢，台湾有1500个居家护理师，每一年要扛100万人次的居家照护。好，什么意思？一个护理师一年里面大概要跑10000次的居家，他要去10000次的人的家里面去。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防疫的一个大洞。你让他没有盔甲上去打仗，这样子是不道德的。等一下我继续请教这个志轩了，因为这个问题确实不可小看，因为今天啊，指挥中心公布全台湾累计已经70家长照机构出现群聚了，染疫者47个工作人员，133位非工作人员。那么另外呢，是土城，在土城啊的养护中心，现在已经有33个人染疫了，而且他说8个确诊的看护竟然全部塞在同一间，所以他们全部都确诊了。但是呢，他这个家属啊特别写了一个求救信啊，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我们来看一下。确诊的外籍看护拿着手机和远在越南的女儿视讯求救，这是新北土城爆发33人染疫的养护中心6月2号时的内部画面。8名确诊的外籍看护被安排在养护中心的某一间房间集中隔离，但环境极为恶劣，只用帘布简单隔开，简陋的夹层成了病毒温床。看护害怕的控诉，这是要让他们等死吗？越南的女儿po文跨海求助，养护中心也是有好几个人确诊，她妈妈也是生病还要照顾人，求助无门。不过文章内部都是简体字，再加上她的脸书简介写上现居河内市，遭误认是假账号假消息。蛮多人也对这件事情存着质疑，因为大家都说你怎么打简体字，已经得病了，她已经不病不得已也只能请她女儿跨海，
来留我们图层的讯息。但这篇求救贴文不久后却删文，意思是女儿担心母亲的处境。她向朋友透露，养护中心不满他们对外求援，处罚看护整天只让她吃一碗粥，而且不断嫌弃。甚至有一名自称员工的网友po文反击，没有那位家属说的那么严重。当时他妈妈没上班，也点出政府还没有任何动作下，他们只能听指示办事。一切由社会去回应。遭讽的养护中心不愿多做回应，但外界却质疑养护中心是否一开始企图隐匿，才会让病毒如野火般的扩散，造成33人染疫。好，那么，这是土城的那家养护中心33个人染疫。那这里啊，有一个文章，他是一个看护者的儿子，然后呢，他在求救。那他求救怎么求救呢？他说啊，5月29号他就写文章了哦，他写说：“大家好，我妈妈在养老院中心工作。他说现在啊，里面已经有几个人被确诊、被感染上了。我妈妈也是，也确诊了。里面的老人也很多人不想吃饭，因为他确诊嘛，他没有胃口。”有咳嗽病状了，但是现在我妈身体有病，还要去照顾病人，身体越来越不好，管理也没有什么措施来解决，医院也不收病人，这样子下去，我真的很担心我妈妈的身心，所以请大家给个意见，该打到哪个部门去问或去问。他是5月29号，他说里面已经有那么多人确诊了，今天是几号？今天6月3号，所以29、30、31、1、2、3就已经六天了。那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说，因为这是今天的新闻嘛，6月3号的新闻才披露嘛，哦，怎么会这样的事情？这个请教一下这个志轩，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啊？是这边好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啊，其实这个情况是预料得到的，因为我们在机构里面的住民全部都是躺在这个床上面的，所以他的移动全部都要靠这个居服员或居家护士来帮忙哈。所以他确诊了，他还在继续照顾。对啊，因为他不照顾，他连吃饭都没有人喂哎，因为他们通通都要插鼻胃管的啊。对。那鼻胃管没有人处理，那加上这个中间他如果有一些感控措施洗手没有落实，好，甚至是我们有一些旧型的养护机构，他根本就没有分污区，他泡奶奶的地方跟放垃圾的地方离得很近，就污染的跟不污染的都放在一起。是啊，那所以他咳嗽的这些分泌物的东西要丢到哪里去？丢在他每天要泡奶的附近。是，那所以你说这个动线如果没有做区隔，他就会非常容易互相传染。新北市政府不知道这个情形这么严重吗？这个情形他们其实非常的知道。那我们也看了一些朋友的粉专上面，其实这几天也动员了很多的车辆，把里面的这些长辈就是移往不同的机构去安置。可是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这个表里面呢，可以收进去的机构人数是6万1啊，那现在住满的是5万2，意思是什么？大概剩9000的空床而已。那今天这9000的空床能不能让这一些清理就是筛检过阴性的人顺利的进驻，搭配上我们这个筛检过也是阴性的工作人员，是，这是一个套装组合，你才能把它放到这个适当的位置里面去。好，那所以在这个情境里面，我们在里面已经生病有症状的人，我们要第一个落实，一样是落实我们的这个口部的清洁跟手部的消毒，因为当你的手不会传染更多的病毒给下一个病人，其实你的这一间机构就守住了。那如果说我们因为慌张没有落实洗手，我们在这边非常的焦虑，彼此口罩拿下来相拥而泣，那这样很不好意思，那个病毒就因为这样子传来传去了。是哦，所以其实现在很多长照机构来电，要过去足济人来往往。这些厂商他会被管理，但是必须要说，你里面要不要人出来接货？要啊，工作人员要出来接货嘛。对啊。那这个短暂的接触里面有没有落实清洁消毒？有没有把东西放在这个落尘区，让它静置一段时间，病毒死光光的，我再拿进来用。这些措施我们有没有落实去做？这个才是真正在做这个感染管制里面要特别注意到的细项。OK， 好，那这个是今天的新闻，公长照他多少共70间，医院其实是好像是淡水马街嘛。哦，淡水马街已经有10几个人，这个也全聚感染一层楼的。然后这个等一下要谈的晶圆电子，另外是文化大学的宿舍，多地都已经快速爆发全聚染疫。那事实上，基隆的护理之家也有5个人染疫，所以护理之家的情况其实蛮严重的。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晶圆电子为什么会到现在已经39个人确诊？有一市长啊，一个声明，他说
未来两个礼拜最关键，请大家不要探亲访友。我探亲访友，有时候让马去看长辈，连长辈现在看起来都也不要去啊、哦，没有必要就别外出。非民生物资的店家没有必要开，就不要开。什么叫非民生物资？譬如说你开切点都卖亏了啊、哦，类似这样啊、哦。那他说、啊、根据最近三天600笔的疫调，他说染疫的家人亲属占40%，拢是家人传给家己的人哈、哦。职场占16.38%，市场跟卖场占5.92%啊。好，那晶圆电子为什么造成39个人确诊？来，我们来看分析啊。晶圆电子竹南厂区内好几台游览车旁等快筛群众，根本像出现新的群聚，黑压压人影，随便一数都是10人起跳，内部情况曝光。顶着太阳撑着伞，虽然稍微排队，但人与人的距离却没拉开。远处甚至还有一群人，一个挨一个席地而坐，被民众批评不像来快筛，反倒如同举办草地音乐会。那po yung aming mga rapid test na gagawin, ayan, madami na po. Nakatakot, guys. 除了大型快筛现场，另外也直击到两台救护车陆续把人从厂区载出来。3号下午公布最新确诊数字，晶圆店一口气再暴增32人染疫。宿舍群聚的这个部分呢，12例的一个确诊者的接触者中 ，PCR 成为。阳性的确诊。1号先有2名飞机员工确诊，2号10名外籍移工和1名本国员工，3号一口气飙升到32人，已经累计45名员工染疫。另外，快筛站还另外验出8人阳性。脸书上就出现自称员工的人求救公司没消毒，还不能请假。之前就说采3级的话就会采归，收到假都没有采归。预计快筛7348名员工，分别是5205名台籍以及2143名外籍，规划分成3天完成，可截至3号上午11点为止，快筛368人 ，PCR 195人，移工群聚连环爆确诊，快筛站人数密集，但看晶圆店粉专却抛出这张照片，两人比赞，表示落实防疫措施，让社会信赖。这个我给大家看的是昨天哦，昨天的数字说。昨天、啊、我们指挥中心公布苗栗、啊、本土确诊病例12例，其中11例跟晶圆电子、啊有2个外籍移工有关。今天公布了已经45个人染疫了、哦、光晶圆电子、哦、那你看昨天12个，今天、45个，已经增加33个咯。那这个外籍移工似乎占多数、哦、竹南镇顶埔里的里长黄辉松、啊、说晶圆电子到今天才做快筛，太慢了，筛检的结果肯定不会理想的。他说，日前公布2个确诊个案的时候，他听说啊，5月24日确诊，直到2天后26日他才知道。他认为应变措施做得太慢了，而且移工噶起码移工啊还在路上啪啪照，导致民众恐慌啊。来，王老师你怎么看？是没有错，其实从刚刚的长照机构到这个晶圆店这样，其实这几个 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刚刚讲到这个长照、学校、工厂、产业嘛，跟宿舍，其实还有一个同性是它充满的这种说密闭性的聚集、哦、那就是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因为几个移动的对象进来，它就变成群聚的一个感染的状况、学生宿舍、几个人移动，长照机构刚刚讲这些照护的社护人员、哦、那工厂里面的移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东西变成是什么？变成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整个疫情发展的破口，一开始我们担心的是所谓的黑数，就是这些所谓的八大行业或者是这些茶室的问题，那这些在大家的宣导之下好像大家这2个礼拜忍下来了、可是刚刚讲这种密闭性群聚，我记得我在节目在讲过，就像监狱像长照这种情况是有风险的，因为你人一比然后一团的整个就掉去了、那这种情况特别是或者是移工，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现在这种情况就刚刚如同刚刚这个赵副市讲到的，就是说基本上社福机构，我的理解是这样，社福机构还分2个，就是你在长照机构的社福人员，特别是移工的部分，它是纳入第6类，那真的要等到很久才施打得到。可是问题是，这些人不断的在照顾那些老年人的这些需要照护者，我们担心的是，他本身可能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可是他进去之后对这些人的影响，那是
重症的影响是大规模的，这是一种情况。好，那另外一种还有居家长照的这些人，居家长照这些很多也是移工啊，社福移工的情况，这些我的印象中是连所谓的疫苗排序都还没有排上去的。哦，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就刚刚讲的工厂的外籍移工上面，我真的有也认为说，如果企业本身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其实应该大规模的进行快筛，哦，然后这种方式来让企业本身的运转能够维持顺畅。你看这个移工这样的染疫，会不会新加坡事件重演？会哦，因为去年新加坡哈，新加坡30万移工。去年新加坡最夸张的时候是15万，一半的移工是染疫的。新加坡的染疫人数90%是因为那些移工。那新加坡后来果断怎么处理？隆重给出来，也在医院成立起来，然后把它放在船，放在那个岸边船上等等，然后大规模的筛检确认你没有问题才把你放出来。新加坡那一段时间是真的就是我们提到的真的是一个准封城的状态。其实政府的超前部署要去思考，我们有70万的外劳外籍移工，你这些人怎么办？那还有非法的情况，那这个部分其实韩国他现在做法怎么样？韩国现在也在施打疫苗嘛，他其实政府就公开出来讲了，你排序可能排得比较后面，但是只要你愿意出来，我不管你合法你非法，你愿意出来做筛检，你有需要出来做筛检，或者是你未来登记你可以施打疫苗的这些所谓的移工，不管你合法非法，你全部都可以出来，不会因为你是非法，你出来之后我就把你送回去，我觉得这种东西韩国是这样做的，那马来西亚也类似这样的做法，就鼓励这些移工出来做筛检，或者是未来的施打疫苗，那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企业跟政府要共同进一个这种责任的区块，苗栗本来是好像一块净土呢，对，我们真的没有。没有想到苗栗给他飙出来，所以就代表说这个东西的扩散的风险性，就是移工这个区块的不确定性，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对，然后你再看今天台南市又抓到10位越南籍的卖淫的这个女生，对，还好他们采取的是阴性，好，我觉得新加坡的经验、韩国的经验的确可以来做我们做参考了。所以等到真的疫苗进来之后，那我觉得他们也会影响到我们呢、啊，他们的健康也很重要、啊，也会交互感染啊，是，所以这个东西也要把他们到时候要注射的不是只有我们国人啊，包含这些移工，甚至他可能是身份有问题的，我们要鼓励他出来，是，但这个是有一套配套机制啊，否则现在被人说。即便我们自己打了疫苗，他们没有打，那我们继续感染。这个苗栗县议员曾文学啊，他爆料说，因为啊，晶圆电子的员工去跟他澄清，说晶圆电子不准他们在带有防疫功能的医疗口罩，只能佩戴公司所配发的白色无尘式口罩。因为他特别有公司当时真的有这样规定，这是医用口罩，不准戴。那么你只能戴公司给的白色口罩，那公司一定有它的考量。那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口罩它有经过处理，它无尘的。这种口罩很可能是就是医疗用口罩有灰尘，那无尘是你不能有灰尘啊，你很可能造成里面这个工厂有问题。请教一下这个李医师，你怎么看？是的，这个医疗级的口罩跟一般所谓防尘的口罩，或是环保的口罩。等等，或者是甚至有一些那个活性炭口罩也好，他们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医疗级的口罩的话，它外面不织布在里面那个有一些静电的反应、是可以把这些病毒吸进隔绝在外面，这是医疗级口罩跟一般的这些口罩的材质还有它的作用，所以它你的意思是说它防疫的效果是差的，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工厂发的，对，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可能你那个要先做快筛阴性、先做一个快筛阴性、这样子比较安全、这样你到无尘室里面工作、这些人才不会造成群聚感染，对对对，因为员工说我们都在里面呢，然后大家是密闭的空间呢，如果有一个人有病毒那就全部染了呢。好，任俊雄，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把它变成是一个封闭的群体，那前提是如果大家都是安全、或许它封闭的环境里面大家都 OK、可是如果有一个是你根本搞不清楚的时候，你把它大家都封在里面，那不是更糟吗、所以工厂或者是公司本来就应该要提供它一个安全跟友善的一个工作环境，是，可是我更害怕的其实是，如果今天这一家公司他的说法是我打钉马西安内走啊，我起啊，你知道不？那全台湾有多少的工厂，其实有可能是引爆，就是有在这个危机之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起来它确实出现了一个状况，也就是今天这一些人交互感染，交互感染到什么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几粒阿东西一大堆。那我就讲今天因为这一家公司，那这一家公司要搞了三四千人，然后在那里去验，然后去做这，那其他的呢？这还没有包含到伪阳或伪阴哈，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说我们在过去里面其实有谈论过，在每一次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有提出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危机，就像照护中心，你记不记得今年一月布桃的时候，因为布桃里面中上面也有一个护理之家，那时候其实大家就有提过，就是说那护理之家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什么接触或者怎样而产生另外一个状况，那结果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确实在养护中心里面有爆发这样一个情况，没错，所以一个是人员的问题，第二个是难道只有单纯人员吗？我们在过去几个如果在群聚里面发现到它不只是人的问题，而是它其实也已经有一个地方成为感染源了，也就是那个地方成为有病毒接触在那个地附着在那的时候，你再怎么防护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讲啊，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协助这个事情其实比较容易处理，因为其实双北都有那种机动快筛站，就是这是需要县市政府可能要予以援助，然后我这个地方设一个机动快筛站，所以我就针对你晶圆电子的员工7000人全部进行一次筛检。那我觉得晶圆电子它的问题是在于说，他之前的确就没有分流，因为他说要分流，但是员工的讲法是说啊，我们都没有分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生的问题是，好，因为现在晶圆电子要全面的筛检7000名员工，可是他不止一个地方有厂，他在竹南还有厂。他现在把竹南厂的人全部叫回来总公司这边来筛检，那所以竹南厂的人就很担心啊，不行啊，你那边在疫情发生，你把我们所有的人又召回去你那个地方去做筛检，会不会又引发另外一波的群聚？涨12个，今天变45个，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变什么款哦。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这个是一个女性，那这个女性呢，陈小姐。他是5月29日早上10:40去辅大医院急诊进行采验，当天下午5点不到7小时，医院、就开出 PCR 阳性报告。PCR 阳性报告是确诊了嘛？对。那报告写的检验结果中文两个字叫阳性，结果才过一天，大概44个小时，就在5月31日坐10点松山起飞的丽荣航空出境了。直到11:38到厦门当地裁检阳性，才揪出这个事。天啊，他应该隔离，怎么没有隔离？他怎么有办法上飞机？来，我们来看PCR。本土疫情爆发来源就是航空业，没想到现在又传出丽荣航空再到确诊者。丽荣航空这架 BT51 班机从5月31日从松山飞往厦门，这名陈姓旅客入境厦门后，在当地机场被验出核酸检验阳性，丽荣赶紧通报 CDC 追查后发现，旅客搭机前3天的 PCR 检测报告本来就是阳性，但竟然还能够登机。在万华的专案是阴性，那后来他要出国，我们的研判他是因为要出国要再去做一次的自费采检。那刚好是在同一天上午的时候被判定为这个阳性的确诊者，那这个时间差的关系，他前往机场。因为你丽荣航空的疏忽啊，对不对？你既然人家都已经阳性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上呢？ CDC 调查后发现，这名患者到机场填写的健康声明都是都无症状，机场柜台端又没有完整检视相关资料，才会有漏洞出现。航空公司他们已经去做检讨，那民航局也对于航空公司没有落实的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处分。目前台湾出境中国厦门的规定，除了有机票、护照、台胞证外，还有3天内 PCR 阴性证明和健康声明书。航空公司若没有落实检查，将会有处分。对此，利用航空回应，一切将依照指挥中心的指示。那我想请教一下林医师，他 PCR 是阳性就是确诊？对，确诊就是要去隔离。隔离。那为什么他能够我靠爬爬超过这一节飞机呢？像我们包含像今天这个例子非常的夸张啦。你要讲说他拿到一个阳性报告，他是看不懂他的报告写阳性吗？然后他还跑去搭飞机，是觉得我被变跨麦吗？这是第一个很大的疑问嘛。第二个当然他是在家隔离还是在什么检疫所？他
应该不是检疫所，检疫所没有办法让你自己跑出来，也就是他比较有可能是他就住在家里，那他跑去做检查，对，检查完拿到报告阳性，然后他就去坐飞机了。当然这个关卡是说我们也那可是中间不是会有人通知吗？其实很多都没有啊。啊，对，所以现在就是这个麻烦。我到今天我也天我是医院帮他检查是阳性确诊了，然后我赶快通知卫生局啊。我现在看到，我现在收到很多人来跟我求助，就是很多是那种像今天也有一个个案，他之前他的家里面的家人好几天前，将近一个多礼拜之前去做了检查，做了检查快筛，跟他说没事，说你就回家没事，他就回家了。回家之后，他跑去跟他的就是小孩一起住，对，好，一家九个人。结果一个礼拜之后，他们收到警察局的电话说你确诊，然后傻了，卫生局也没找到他。台北啊，哦，卫生局也没找到他，他也没找到卫生局，那这个人怎么办？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担心，说今天双北，如果你从检查，到报告出来，到框列你隔离，这三个动作都要拉好多天，那你的确诊个案就会一直不停的增加。立荣航空嘛，很低级呢。立荣航空的地勤工，他那阳性他没有看，他只看到他有 PCR 证明，有提 PCR 证明，那嘛是迄个阴性。我还特别坐飞机，他难以想象会有人拿着阳性的来说我要做啊，就让他过了呢。而且现在搭飞机人不多啊，我再讲，柜台不会犯这种错误，这是一个必出现在搭飞机的必备的文件。对啊。那你这个地勤，你现在你该要看，哎，你怎么看到？哎，对哦，他有 PCR，他难道他以为是说有拿到 PCR 的都是阴性的吗？他认为了，认为没有拿，没有这个证书上没有不会有阳性两个。有谁天兵我阳性还拿着 PCR 证明去坐飞机啊？这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表示那个员工的教育的确出了问题。所以我在那这个就是政府是要处分力的，要处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也很可恶。对，可恶。因为你明明知道你是阳性嘛。对。那你还硬要这个硬着头皮要去试试看。是。还运气真好。而且已经有一个人跟他坐着确诊了。对啊。对，他运气正好遇到那么天兵的这个地勤，真的是够天兵。是。好，那现在跟他同。这个可以跟他求偿哦。那对啊，那个同机的人。还有机上的这些所谓的空服务人员，其他人搞不好也确诊，只是还没有检查出来。对，都等于说笼罩在那你从台北到厦门，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是一个小时左右。哇，那一个小时里面都在那个培养皿里面呢，是那多可怕的事情呢。那我今天提一下这个病毒啊，事实上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是防不胜防。以这个病人为例，这个病人啊，他来急诊室的时候有发烧咳嗽，然后啊，我们。这个给他住到专责病房，因为他这个冠状病毒的 PCR 检查是阴性，于是当作细菌性肺炎来治疗。使用抗生素啊，没有进步，所以他后来总共采了三次啊，都是阴性的。也就是说没有确诊嘛，哈。是的，准备要从专责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对，因为我们专责病房过去那一个礼拜是非常拥挤、拥塞的。在追踪他 X 光片，发现 X 光片，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右边右上右下，浸润增加了，浸润增加了，而且病情也变严重了，于是不放心，这时候啊来采他的痰液，这时候不采这个鼻咽腔，改采他的下呼吸道，结果一采痰液检查是变成阳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病毒已经跑到下呼吸道了，所以很多人说，那我采这个鼻咽腔我是阴性的啊。可是后来会变成阳性呢？对，为什么会阴阴阳阳、时阴时阳？因为这个病毒会跑来跑去。它有时候在上呼吸道，有时候在下呼吸道。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提高警觉。你是感染科主任，其实是很高风险哦。对，但是我现在是用视讯的，我现在是做行政协调的工作了。你是用视讯是吧？对，我就这件事情我就一般民众不要开玩笑，为什么你知道？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2条，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罹患第一类传染病或第五类传染病，因为现在这个是第五类嘛，你还刻意的不遵守各级机关的指示致传染于人的话，对，是有徒刑的哦，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新台币50万以下的罚金。我知道这些钱可能对那些人来讲他觉得不算什么，但问题就回来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其实你从这个例子会发现到有一个很大的破口，是你今天 PCR 的这个检测的证明，你让一个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去做把关，
就只有他这一关而已。对，伊那把酒喝起啊，像像这届这样呢啊，我想讲那有人安尼视为理所当然了、啊。对，那就麻烦、嗯、哦。我认为就是说最可恶的就是这一个啦。对，就是这个陈赫他最可恶。在叫主书嘛。你明明都知影讲你是有啊、哦，我无相信你无，我无相信你唔知道，因为医事人员就我的概念啊、哦嗯，他今天拿你的 PCR 检测出来的时候，他会直接告诉你检测结果是什么。嗯，嗯所以他而且他已经基本上按照我们现在做法，就是他应该会跟你讲说你是阳性、嗯，所以你不要离开，对，我们后面会有什么？所以一般民众就会乖乖的在旁边等。我自己看到状况都是这样。对，无像这个讲，我机票拢买好，我挑工物件塞，我就去坐飞机、欸。他还伪造文书了，因为他健康声明书写假的。他说他没有啊，怎么会没？對他就写健康声明书，他说没有嘛。那你说就那可是，他就阳性怎么会没有？台湾这样讲，台湾的教育程度是有到阴跟阳两个字看不懂吗？不是，他上面写阳性，然后他健康声明书写没有，他当然就是 对啊，对不对？健康声明书是有法律效力的、哦，是，那个其实是有很大的违法的问题啊。跟大家报告好消息啊、哦，这个也算是对台湾现在啊很鼓舞人心的。日本的外相叫做茂木敏充，他在今天说的，他在今天啊日本的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说，台湾近日爆发本土疫情，急需疫苗，因此会在这个月内，记住。这个月内就是六月实施捐赠计划。他说，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在六月实施疫苗捐赠台湾的计划。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啊，我们看到了日本啊说六月那么会给台湾的这个疫苗。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你看日本啊会给台湾多少？嗯，没有把握了哈。不过因为这一次所宣布出来的是3000万剂的 AZ 是给台湾跟。这个 COVAX 嘛，哈、哦，去做区分。那我个人觉得啦，以台湾现在当然疫苗的满足度是一步一步来的啦，哈、哦。我觉得几百万剂，哦，初步的提供，让台湾可以先度过六月到七月底这段时间，那个国产疫苗量呢还没上来，这个空窗期，是，我觉得可能性是在的，哈、哦。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便这个日本，它其实跟着美国脚步走啊。美国说8000万剂嘛，哦，那然后其中一部分要给台湾。那这个日本3000万剂当中，它直接告诉你说，有一部分是台湾的，一部分是 COVAX 的，它等于是把台湾的地位直接放大到一定程度。所以我想量只会多不会少。哦哦哦，好，那这个是石坂明夫先生啊，他说，因为是日本的媒体先报道，然后呢？这个想要测试日本的民意，说把疫苗送给台湾好不好？结果说，民众日本90%的民众是相挺的，所以中国啊去施压，怎么挡也挡不住了。那我们今天呢、啊、特别邀请到日本庆应大学的研究员四三学先生，请教一下，日本的民意是真的有这么挺台湾吗？嗯，是的，我想这次的日本的这个民意呢，非常的明显。那么他。主要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疫苗方面啊，我们日本方面就是正像这个石坂明夫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日本的媒体先报道，那报道之后的日本的这个反应呢、啊，民众的反应呢、啊，非常的积极，其实更早以前呢、啊，是日本国内有一些报道说是这个 AZ 这个 AstraZeneca 这个疫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提供给国外的这些部分，那。提报道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一些网友就开始说，这个应该要就是送给台湾，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已经出现一些疫情，所以日本民众呢就是主动的去说这个应该要就是送给台湾才对。为什么这么主动想送给台湾？我想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实，针对别的国家或者是针对其他的这个组织，可能是日本国民也不会是那样的一个感情。但是因为是针对台湾还是很特别，是因为是这个，我觉得还是回到过去看看这个历史的话，就是还是311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台湾如何来去面对日本的这个灾情，然后用那么多人是热心的去捐款给日本人，其实这个不是金额的问题，是感情的问题，所以我们日本人看到那个时候的台湾人，那么就是热心的去支持日本。当然是就是非常的感动，那么之后也是一连串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台日之间，包括去年的时候，去年大概是四月的时候，我们日本国内没有口罩，大家都是很着急，没有口罩慌，但是那个时候是台湾站出来说，我们可以支援这日本200张的这个
这个口罩，还有后来就也是支援了这个我记得好像是五万件的这个防护衣，所以确实是日本面临困难的时候，台湾还是第一个就 站出来支持日本，所以日本民众当然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台湾的现在的困境呢，是站出来说，我们应该要去，这次呢，我们是报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大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四川汶川大地震吗？是，我们也捐了大概等同跟日本一样的钱。是。我们其实也不求报恩啊，对，只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派战机来绕一绕？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自己呢对台湾非常崇拜、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说台湾人这个面对别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在内面临问题的时候，他是还是热心的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台湾人有这种那个博爱的精神，是不仅仅是针对日本，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想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确实是日本人哇就很感动哦，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你们对中国会反感吗？对中国呢，我想中国这次他针对这个日本的疫苗方面呢，他也说记得是31号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这个。日本目前尚无法确保自身疫苗的充足供给，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要把这个疫苗赠送给台湾，这个是受到民众的质疑，他是这样的讲法。但是我想说，中国方面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些台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民众我们之间当然有这个民主主义，所以如果是普通的国家的话，那日本当然是自己国家没有确保自己的自身的疫苗的情况之下不会捐赠给别的国家，但是台日关系还是不太一样。就面对台日关系，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民众还是觉得说应该要现在应该是报恩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大家都是还是站出来，是这样，就是大声的像可以说是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日本民众向日本政府施压，是一定要送给台湾。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10年前当时这个3.11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的政府呢，因为是台日关系还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敏感，所以当时呢，日本的这个做法是2012年3.11周年这个悼念活动的时候，我们不把台湾的就是驻日代表处的人当作是这个外交使节团，他是一个民间的代表，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待遇。那后来就是这些台湾的代表处的人也没有办法就是献花，最给我们就是支持的台湾人竟然在日本没有办法就是献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愤怒。所以日本民众那个时候大力的批评这个政府，那政府后来是向日本国民表达歉意，是那这个首相是野田佳彦，到后来2015年的时候来到台湾，也向台湾民众表示歉意。那日本有政治人物其实还蛮多所谓的亲中派，对，那他们现在对于要送给台湾疫苗这个态度是怎么样？我想就像这个当时的这个野田佳彦的这个例子一样，现在如果是公开不支持台湾的这些行为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受到日本民众的批评，因为台日关系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是民间主导了，那这个民间主导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变成一个就是阻碍这个交流的这个绊脚石的话，那当然是民众是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日本的政治大人也是很害怕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我想就自从这个拜登上台之后呢，整个这个国际的政治的局势开始产生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就是民主阵营开始合作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公开的成为一个这个合作主流的一个绊脚石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日本的政治家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很难表个态。是，来方老师。的确哈，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其实7月23号日本东京奥运并没有放弃举行啊，所以日本这样做其实对中国来讲当然是很刺激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菅义伟他还是要独排众议，然后把台湾跟这个 COVAX 放在同一个平台，等于说是对平等来看待，把台湾等于说特别来看待，是那这个当然中国会不爽啊。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也有政治上的考量啦，因为日本的众议院
在今年的10月22号要进行改选，嗯，啊，那目前有456席，其中区域289席，另外是政党比例是176席，嗯，这是一个很大的选举。那但是我们知道，今年4月25号日本的参议院补选的时候，广岛、长野跟北海道的3席，自民党全部落选，嗯，所以自民党其实在4月份的这场补选当中，事实上是失败的，嗯，因为我们知道菅义伟从去年接任安倍之后，就面临到这个疫情，然后日本的疫情一直是处理的不是很好，嗯，一直到菅义伟在4月15号去访美之后，他慢慢有点开始往上走了，嗯，那这次当然我必须要讲，如果90%的民意都是希望日本啊，希望能够援助这个台湾疫苗，嗯，那哪怕得罪中国，嗯，那我相信菅义伟他也不能够违逆民意，因为10月份的选举就很重要。那四三雪先生，我请教你，你觉得要捐送给台湾多少疫苗才够？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不需要到3000万剂了，对 对， 對一半就好，1000万。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很讶异的看到这个日本的外长茂木敏充先生他的说法，他已经很了解台湾内部的情况，就是说7月底之前7月那个时候台湾可以开始生产自己的疫苗，所以之前是最重要的一个空白期，所以这个时候要这个捐款给台湾，而且赠送给台湾，所以他就是这个时间表就说得很清楚，是，所以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越快越好，而且是量呢，也是还是需要一定的量，然后就是维持这个越快越好，这真的很重要。对呀，那你中文怎么讲那么好？没有，还在学习当中了。哇，你讲得不错呢。没有，现在有点紧张。好顺的。哦，那你是庆应大学的。先跟他讲哦，日本的庆应艺术大学是非常好的大学，是一流的哦。嗯，对，我是之前是在外务省里面工作。哦，外交官是，对。那我也去了这个北京，也在台湾待过一阵子。对。然后现在呢，由于就是我自己呢也想要了解一下台湾的情况，因为我在台湾待了这个3年的时间之后呢，确实是对台湾非常有感情。那就是舍不得离开。想请教你，你爱上了台湾什么？其实我对台湾的这种感情是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啊。但是啊，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坐上台湾的捷运，听到那么多不同的语言，不仅是中文，还有这个台语、客家话，哇，这是很多元的一个社会。然后后来也就看到这个，我们还有原住民嘞。对，当然有，对，所以就是坐台铁去花莲的时候，还可以听到这个阿美族的这个族语的广播，是，哇，这个是多美丽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那么我们日本是虽然也有，我们也有这个爱奴，就少数民族了，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可以说是比较属于是单一民族的一个情况。那看到台湾的这些民族的就是不同族群，然后这个不同的族群呢，在历史上慢慢的开始融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哇，我觉得这个是很美丽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历史。还有比如说，我觉得政治意识了，就比如说台湾的年轻人，我觉得日本应该要多向台湾学习。对呀，不管了，日本也有很多的优点，也值得台湾学。是是是，我们互相学习嘛。是是是，来，刚刚王志生王老师要补充。哦，我只补充一句话，就是刚刚那个洪一哥有问到三先生说，这个日本现在政治人物的状况怎么样？那个其实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次这个日本政府宣布，当然一方面日本国民90%以上支持，可是后来日本一些新闻的社论评论里面。特别点到，我们都知道日本当中自民党当中有所谓的亲中派嘛，亲中派的大佬是二阶俊博先生嘛，他特别还点到说，不要让二阶先生这阻挠日本政府捐赠疫苗给台湾。你看连社论，连日本的新闻都有这样的风向，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一次日本从政府上下，从民众的支持，是全力的在希望真的能够不要讲报答，就是跟台湾之间能够有更紧密的这种关系，让疫苗来协助台湾度过这个难关。不过你们如果把这个疫苗送来台湾，老实讲我们真的也很感谢。真的台湾人也是很感恩。没错，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事实上我有步到日本内阁啦。因为呢，当日本媒体先披露说这个日本有意要捐给台湾疫苗这个消息之后，他在这个媒体的 Twitter 下面1小时之内4000-5000则留言，一面倒的都是支持。那后来隔天不是也有另外一家媒体也披露说中国很生气，中国要施压日本，认为不可以，日本不可以捐赠这个疫苗给台湾。
好，那可是因为日本的民意都是赞成的，那日本政府、日本内阁会议当中，当然也会就这个议题来做这个风险上面的分析。那他们也必须考虑到说，哎，那如果今天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接下来日本会面对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们内部进行了讨论。那结果他们在这个内阁会议当中在讨论的时候呢，一面倒的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是说，在我们日本最惨的时候，出手帮忙的是台湾。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不出手帮助台湾的理由。那所以这件事情 就很迅速的达成了一个结论和共识。那也因此日本是高度的共识要来这个给台湾提供台湾疫苗，所以我相信在数量上跟时间上其实都很值得期待。那也因为这个消息披露之后，你知道台湾人今天在脸书上面有好多被洗版的，都是说感谢日本，等疫情过后我们要加倍奉还给日本，以前一年去日本两次的现在要加码变成四次，就是为了感激日本，然后我们要把新台币换成日币到日本去消费，好好的报复一下。好，那这个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他说美国捐出8000万剂，日本是捐出了多少？3000万剂。那美国是捐出8000万剂啊，6000万剂是 A Z， 2000万剂是辉瑞、莫德纳跟焦生。那布林肯啊，国务卿他说，拜登在今天晚上就会宣布捐赠的细节。那美国的捐赠不会牵扯任何政治性，白宫啊。你我给你，你就要和台湾建交，还是要和台湾等交，对不对？中国是这样要求嘛？那这个美国前任的国防部印太助理部的部长薛瑞福说，疫情爆发的时候，台湾也是去帮助美国。现在台湾有难，关键时刻需要美国帮忙，他敦促美国总统拜登释出疫苗的时候，应该特别优先考虑台湾。我们现在知道日本要送来台湾疫苗，那我想请教范老师，美国也会送来吗？一定会的，我想一定会送给台湾的。那我们知道其实上个礼拜这个所谓的这个莫德纳150000，那只是一开始嘛。那我觉得接下来还会有相关的疫苗进。不，莫德纳那个是我们买的呢。对，这个也是也要美国肯卖啊。那现在这个是捐赠，但是不一样的。那我担心捐赠的话，当然我相信一定，如果没有台湾，我相信美国肯定也会炸锅啦。国会议员一定会把这个布林肯骂到臭头啦。是，所以我认为这个买归买，捐赠是另外一回。所以我们如果说他能够持续的供货，我们买的供货持续供货，然后再捐赠的话，那个数量我觉得会相当的大。是，另外也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友邦瓜地马拉，他这个总统也出来讲，他拒绝使用中国疫苗，然后他说也获得了美国也即将要提供他们疫苗，所以这8000万里面肯定也有包含瓜地马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急着要自己做疫苗？其实我必须要讲，蔡政府真正在意还是说，那个疫苗如果出来之后可以提供我们的友邦，他们也很需要，是，他们也买不到疫苗，那现在我们只能靠美国帮我们稍微挪一下，但是还是不够啊。是啊，你像我们那个巴拉圭，那个是南美洲的大国啊，他现在也需要疫苗，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我们自己的疫苗的话，我们疫苗是价廉又物美的话，我们也可以转赠送给我们的友邦。是，所以我觉得，而且甚至有些没有邦交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赠送给他们呢、那这个就是救人命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一直在说啊，这个疫苗就是为了要自己，为了台湾自己内部使用。我真的太小看这个疫苗的意义了。是，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好像还说什么故意不让外国疫苗进来，就是为了让这个图利国产疫苗。这个疫苗如果研发出来，台湾是全世界少数，真的十个国家数不进来，他们是全世界大概10个国家里面自己会做疫苗的，是，而且是高品质的疫苗，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外交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是，我觉得今天晚上布林肯因为他要宣布这8000万剂怎么样分配，对，我认为对民进党来讲会是一个压力。我在讲压力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多大概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正常的商业管道，要去跟这些原厂去购买这个所谓的疫苗的时候，你看我们政府其实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没有买到，
但问题是我们在运送跟配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阻挠，包含这几天民间也就是说，哎，要捐赠或什么的。那你看得出来，在两岸的政治议题上面，会成为台湾拿到疫苗一个很大的阻碍。那如果美国在这个8000万剂的分配上面愿意给台湾多一些，甚至更多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有办法抵挡到我们一般认为说啊，可能会受到两岸的压力的这一块。对于美国这个分配来说，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比如说萧美琴，大家就直接说啊，你有没有跟美国去努力什么？那他因为他的说法是说，前一段时间呀，他其实很多在帮友邦啊什么去争取这个疫苗。那现在在这个分配的事件上面哈，我认为就是说，当然我知道民进党里面有一些人很努力，就是说希望美国这一块，你不要只说啊分个10万剂、20万剂，因为对台湾民众来讲，现在真的大家渴望有一个疫苗存在，尤其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看起来是很挺台湾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民党政府也必须要去面对的，就是说 ，OK， 如果因为你没办法去强迫美国说你顶个这边崩瓦这边安装哈，就如果它的剂量或是什么的，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很快的做一个因应跟一个分配，让大家就觉得安心说啊。阿伯啊，我今嘛没个蛋，没等到7月8月，因为其实很多民众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办法让他的心去跟着那个时间说慢慢平复了，就等不了了。是啊，哦，来，王老师，哎，是，刚刚看到最新的消息哦，就是刚刚在讲日本疫苗啊 ，NHK 的报道是说，明天真的是明天，明天最快希望可以先送120万剂的 AZ 疫苗。哇，明天哦，对他现在 NHK 的报道了，那还官方还没证实。那如果真的是，那可能比所谓的6月底速度还要快上很多。而且他如果说是先送120万剂，先的意思就是后面还会有的意思哦，这是日本的状况。所以你会看到说，不管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在台湾现在疫情的这个疫苗恐虚的情况之下，台湾的人员真的很好，就愿意这样来协助来支持。120万剂，我们打大概8天哦，差不多大概一个多礼拜才打得完，以现在的速度，对不对？因为我们原先预估是，如果大到时候我们的各买的那个疫苗一批一批进来之后，是希望一个礼拜可以打100万人嘛。那像现在、还有莫德纳15万剂，对，我们还有莫德纳15万剂，应该接下来这2礼拜会上线，那刚好打到6月底再来一批。有这个可能，那其实因为这个速度大概，如果以现在你还没有出现外展服务啦，或者是民众的那个 app， 现在先从所谓的前面几次造册的这几个族群来讲的话，大概要打1到2个礼拜啦。好，所以接下来1到2个礼拜，我们讲的在所谓高风险的前面这一区，那大家可以先把它完成。那我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因为啊，这个前新闻局长钟情国民党立委郑政前要发起小英给我疫苗全民快闪活动。这个国民党中常委林金杰也要做这个事情，就让大家去按喇叭。另外呢，是台北市议员汪志斌也需要办人民要疫苗宣传车上街头。那如果明天来120万，你看他们要不要去？不知道为什么问得好，啊、所以其实可能大家会赶着去登记打疫苗，对，这个没有人会去跟他去敲枪，这个动作就是、它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嘛。你今天在台湾，就算你说有300万人按喇叭，按完之后疫苗就会从 BNT 来台湾，因为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没有订疫苗、欸，我们其实去年就已经跟 COVAX 签约了，只是说现在就是还在轮嘛。我们去年也跟这个所谓的 AZ 签约1000万剂，一批一批来嘛。然后我们莫德纳的签约，今年2月还在莫德纳的官网直接写说已经同意要送给台湾505万剂嘛。对。那这个是在怎样？这就在等各个药厂愿意给我们嘛。那当然，像现在日本可以很快的给我们，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其实这些政治人物啦，尤其是这边所谈的这些，有的是议员嘛，有的是立委嘛，可不可以做一点比较积极的事情？积极的事情，来，我们如果带疫苗进来之后要打吧。要打要做什么事？你要快速接种啊！是我今天如果你说哦很急很急，我要赶快打疫苗，那你有没有赶快去帮你的里，帮你的所谓的选区，去准备打疫苗的速度？而且我这边我要趁这个机会先讲一个事情哦，我们每一年其实台湾很会打疫苗的。台湾应该是比包含比邻国像日本，我们打疫苗的接种率，以前流感的接种率，包含我们比较明显，大概是德国麻疹，好，麻疹疫苗接种率都比其他国家来的高，我们是很愿意打疫苗的。这个不用管说这里面写什么，他就说常常一大堆名册，这是什么？这是台北市去年的流感疫苗的接种的诊所。
负责在打流感疫苗的诊所，嗯、名单漏漏等，这个总共有6页了，光台北市、喔、哦。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東西？那接下来打这个 COVAX 都会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个准备，因为昨天唐凤政委他有、哦、前两天他有开始出来说，大家要像当初去登记口罩 APP 一样、嗯，我们要去登记打疫苗，对不对？那你登记打疫苗，当然希望你是在周边，你在住在哪里，你登记了就在你附近的诊所。可是我要先提醒一个事情啦，嗯、假设我们接下来疫苗可以先进来哈，请先给这一些基层医疗院所的工作人员，嗯，好，现在大家都知道双北打一到三类嘛，一到三类的医师人员是医师啊、护理师啊，可是譬如说诊所的挂号柜台的那个人员、嗯、行政人员有没有优先名册、嗯？没有、嗯。可是如果我们疫苗大量进来，我们要帮民众打，难道这些要帮民众打的人他不用先有免疫力吗？嗯、所以我要先拜托大家，疫苗进来之后，请各县市的首长先安排给可以来帮忙打疫苗这些诊所、这些医疗机构的所有医疗人员、行政人员，好、嗯，甚至清洁阿上都要让他们先打。然后打完之后再给大家一个资料，这个是也不是新的，这个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所谓流感接种的资料、嗯，每一年都有所谓合约的名册、哦。然后民众如果以前他还可以上一个 APP 去查我附近哪里可以打流感疫苗，嗯、哼哼，所以我们其实早就有流感疫苗的施打，是，只是说流感疫苗很少一次打到一年打到1000多万剂了、嗯，我们最多是600万剂了，了解，所以这一次会更扩大。可是这更扩大，与其他们有时间去那边按喇叭，嗯、吵别人。拜托做一点有一点效率的事情，就是赶快去看你的辖区有没有怎么样安排，一旦疫苗进来优先施打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了解、哦、而且这一次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是赶快加速的东西，除了我刚刚讲诊所先开始打之外，还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很好的服务叫外展服务、嗯、外展服务就是比方你这间公司你有800个员工，那这800个员工要打疫苗，他要自己去弄那个健保 APP 嘛，对不对、嗯哼哼欸、其实他们可以先约好把医师护理师约来我这个公司，800个员工，那很好哦，你先约，比方约一个礼拜五来打完疫苗，6日疫苗打完的不舒服刚好在家休息、嗯、礼拜一全部的员工都可以正常上班，这不是很有效率吗、嗯、所以这个哦，真的与其他们在那边吵，不如赶快帮忙准备疫苗来了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啦。台大教授台大的医生施景忠他说啊，如果疫情再缓和一点，疫苗又一大堆了，就很多人又开始一个满赔啊，又不去打了。那美国呢说要鼓励大家去打哦，很多诱因鼓励，比方说给你抽奖，你来打，我州政府呢提供$100万让你抽，乐透，对，真的有人抽到了。结果大家去打的人很多，来，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报告 ，NHK 用这个头版头条，这个报道说他们要送120万剂，明天到台湾来的新闻。哦、那刚刚讲到，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这个疫苗很多了、哦，是不是要政府来鼓励呢？这个请教一下时期。的确啦，就是说，因为现在各国的施打的状况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群人，他们是坚持不打疫苗的。嗯、但是我要先回头来讲一下说，刚刚洪一哥你提到说，哎，现在哇，有一些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啦等等的，他们在那边开车按喇叭啦，小英给我疫苗等等。那刚刚静怡已经讲了，就是说，的确我们有买疫苗，现在的问题是卡在供货商、供货方他没办法供货。先来看一下泰国采购疫苗。泰国也购买疫苗啊，结果他到货的只有中国科兴啦，他其他的品牌的包括什么 AZ 啦、娇生、莫德纳、辉瑞，通通到货通通是无。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泰国话，泰国是大国呢。对啊，泰国是大国，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 COVAX 手上也没有疫苗，嗯，他们应该要有1.9亿剂的疫苗，可是他们手上没货，为什么？印度现在灾情惨重，所以呢，印度没有办法恢复大量的出口，然后一直往后延。本来说啊，这个10月，然后现在又要延到年底，所以你不知道说印度什么时候才可以提供制造出这么多的疫苗，然后给 COVAX 平台。所以现在各国都碰到一样的状况。好，那回到就是说，这些国民党的这些名单，当他们在吵说给我疫苗，给我疫苗的时候，
日本明天来的这120万接 AZ， 当然是一个及时雨。我会期待国民党的这些议员不要再黑 AZ 了，不要说哇，之前在那边黑 AZ， 黑到不像话，然后哇，放到过期都快没人打了，然后现在又在那边给我疫苗，给我疫苗，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拜托拜托。那我刚刚也提到说，我也再插个话。A Z 疫苗在英国打，英国已经有过一天完全没有人死亡喽，对，了不起的成绩哦。没错，它已经进步到说哇零死亡病例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是 A Z 展现它的功力啦，就是实证经验发现它真的就效果还不错。好，那我也提到说，其实，在世界各国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们是坚持不打疫苗的，那所以美国就寄出了各种的这种促销方案也好啦，然后。增加你施打疫苗的诱因也好，之前我曾经提过，你知道在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脱衣舞霸脱衣舞娘酒吧当中，那个大亨呢就派自己最红牌的那个脱衣舞娘率先打疫苗，然后他打了疫苗之后说，嘿，你们大家都可以来我这个疫苗施打站来施打，然后就可以跟这个红牌一起看秀啊等等的，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促销。那加州呢，加州是直接砸钱32亿鼓励打疫苗，人人有机会都可以抱走奖金哦。哇，而且他大奖小奖通通都有，然后呢就算你没有抽中大奖，你只要来打疫苗就可以获得一张$50的食品杂货卡。哇，这么好哦！对对对，你只要来，我就给你钱1000多块钱台币。50美金呢？对，就是说人人都有奖，只要你愿意打疫苗。其实不止在美国，香港也是，香港送房子哎。香港的房子都很小，很贵，房价高的没有人买得起，所以我们以前也看到哇，香港人都住什么瓜居啦，都只有一个床位的那种房子。是。他现在为了要让香港民众去打疫苗，然后呢就可以抽千万房，哎，这个房子呢1080万港元，大概3850万台币。哇！就是你只要来打疫苗，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而且抽中的是一个房子，让很多买不起房的香港人民，哎。还不错哟，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诱因，所以的确也提高了他们疫苗施打的比率。好，了解。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么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因为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韩国的大邱市政府说。这个是有24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大城。那么说他们、可以买3300万剂的辉瑞疫苗。结果今天啊，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社会战略组的组长叫孙应来，其实有点像我们的什么疫情指挥中心啊。他说、这很可能就是一场骗局。他说、用辉瑞来骗他是第一次碰到，但是过去他有被来找要来骗的有5-6次。他说有的是 AZ， 他提案人透过各种管道找到政府，声称个人或公司可以提供 AZ 疫苗。他说中央政府必须自行判断其中真伪。他强调任何疫苗厂都只和各国政府协商，通过其他途径购买的可能性非常低。这个是韩国碰到的状况。来，我们来看一下。事情啊越探讨，那么越接触，大家就越清楚。今天啊。佛光山的说法是这样，佛光山所属国际佛光会原本想捐美国的娇生药厂50万剂疫苗，但娇生药厂表示只跟政府协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会长赵怡今天说，已经收到美国的会友通知，佛光会的会友，台湾政府已经跟娇生药厂建立对接的窗口。赵怡也说，佛光会已经跟政府表示，只要政府跟药厂谈判完成，就由佛光会来付款完成捐赠的心愿。所以 听起来其实就是说佛光会去拉这个线，对不对？那让政府跟教生谈判，谈判以后成了，那佛光就来付钱。其实我们讲，我们实在是不缺钱了、应该这样讲，对不对？政府怎么会缺钱？这个时候我们编有预算嘛，对，一定要。那陈时中今天又讲。他说：“其实啊，指挥中心很久以前就跟娇生接洽了，但娇生啊，目前仅会供货给 COVAX，
也多次表达只跟国家级单位往来。他甚至于说，对于很多热心的单位，他很感谢，但他几乎敢说，现在买不到了啦。哎，请教一下林医师，这个讲这个话就很绝了呢。现在是真的是疫苗这个东西，现在疫苗这个东西有几个问题嘛？全世界都还在抢，然后全世界的疫情都还在严重哦。我昨天捞的资料，德国现在以七天的确诊个案，大概都还有2000多到3000多。德国，死亡个案都要100多每天。德国，可是他们其实自己的 BNT 的疫苗，他们还是取得上都还有延迟的问题啊。那所以说，其实现在全世界大家还在缺疫苗。再来一个问题，这么缺的情况之下。想想看，政府去跟药厂买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包含前一段时间不是德国在台协会的那个处长，他还讲说我们也有帮忙协调，可是药厂要不要出我们也有困难，连政府跟药厂之间都有这样的状况了。我不会讲说民间团体没有力量，但是民间团体你要说我民间团体去买，而且买的数量还没有到政府会买的那么多的情况下，药厂会优先给你出货，药厂会同意你，这个的可能性真的没有那么高了。那再来的话，当然会让大家担心，包含大邱那个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家会问的是说，今天如果不是药厂卖你的，不是从药厂这边有授权过来的，那是哪来的？是好，你一个东西这么昂贵，全世界都抢着要，你势必就会出现假货、水货、或者是不明来源的货。那这种东西到底可不可以用？是方老师，现在韩国那个大邱市的人说，他们都不敢说自己来自大邱啊。他们觉得好丢脸啊，一个市政府被人家被诈骗集团耍得团团转。他说大邱人真的是很丢脸，所以不敢承认哈。那我先插个话哦，3300万剂的辉瑞那个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对啊，对啊，对啊，不得了的钱啊。然后那一剂要台币1000块呢。对，那我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就说我所以我不需要讲了，就是说其实哈。那个当我们很多什么星云啊，他们在这个佛光会啦、或者郭台铭啊，他们很热心、我也相信佛光会也是出于善意，我也相信郭台铭先生也是出于他对为台湾好，可是我觉得只觉得台湾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也太相信自己的管道，那今天如果连大邱市都这样，就表示有很多前客，对，他就是在知道你们需要疫苗，那也很多。就我这个时候事实跟你给一个讯息，是，所以我们必须要讲啊，其实就像陈先生这样，我们早就跟美方有这个接触了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也感谢他们啦，如果他们佛光会愿意出钱，虽然我们都政府不缺钱，但是你愿意出我们也是接受嘛，让更多人可以打到疫苗是也是好事一件啦。是的，我觉得我就刚刚就不是说不感谢佛光山捐钱啊，我是说钱这个事情是小事，重点就是人家愿意卖，这个才是大事。来，这个王老师要补充。对，我补充一下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这次其实很多团体他愿意来协助来这个捐赠疫苗或者采购疫苗等等，其实都应该感到这个支持了。可是你看到大邱的案子，你再回来看张亚中在批判说什么陈时中什么冷言冷语还冷血之类的，你看看人家南韩的中央政府怎么样去批评大邱这边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阿中部长算是很温情，而且很有所保留的，在帮大家努力想办法找疫苗，这是第一个区块。第二个区块是刚刚他只有讲到疫苗为什么这么难去采购，一方面除了政府跟政府之间的问题之外，二方面也要缺货的状况，这是经济学人的统计哈。各位可以看到说，这个灰色的是预计要这个生产的疫苗哦，那蓝色的是已经是生产完然后制造送出去的。好，那这个蓝灰色是已经有下单的，所以你看这差距其实都很大。各家最上面这个其实是科兴的，那科兴为什么量这么大？因为中国本身自己就要使用嘛。那你看下面不管是辉瑞也好，或者是 AZ 也好，你看它的这个已经送出的量跟它预计生产的量其实都有很大的 gap。也就是说，全世界都在抢疫苗，这是《经济学人》五月中的数据。你看到那个灰色的图，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为什么疫苗它现在是一个稀有的战略物资，全世界都在抢。台湾一方面刚刚讲有美日之间的友情的支持，二方面有我们的国产的部署。其实我们在疫苗的这个进度上面，并没有因为这样而严重落后。好，那么说到抢，我们现在台湾人说要去美国抢打疫苗了。嚯！即马通机场吼，人潮啊，像沙丁鱼似的塞爆了吼。讲一张机票要20万，这个去的人也是非常的多。你看嘛，机场是人叉叉叉，现在人本来是很冷清的哦，现在都到处都是。
山机场一家大小戴着面罩，穿全身防护衣，推行李到柜台报到。明明疫情严峻，但六月二号长荣航空准备出境却人潮大爆满。危险吗？好几个家庭做好防疫措施，准备搭机。一旁有人戴上 N95 口罩，拿起手机确认行程。最近飞美国长城线航班、商务舱以及豪华经济舱全满，甚至经济舱的定位数也破百。现在台湾疫情蛮严重，所以就是回美国避难吗？因为美国也可以打疫苗，所以就对啊，想说就是回去美国打疫苗也好。所以你是要回去打疫苗？我是回去打疫苗。OK， 然后我也是在，就是也是回去读书。三号一早候机室座位满满都是人，跟过去一年真的差很大。赴美人数大幅增加，从五月中开始，定位数达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以长荣航空为例，台北飞洛杉矶的航班，六月份每个礼拜原本只有三个班次，八号开始将增为七班。这次去会不会顺便就是在美国那边打疫苗？一定会的，不会难定，因为快满。快满了，已经算是很多人了。四月份飞美国人数588人，到了五月直接翻倍到1168人，大多都是要探亲及施打疫苗。疫情升温，没想到出国的人还不少，民众大老远飞美国打疫苗，也让航空业出现久违的旅客人潮。好，看到这种景象，这是盛况啊！哈，说这个飞洛杉矶啊，长荣本来一个礼拜三班，现在增加到七班哦。这个机票都涨三倍了哈，所以你感受是什么？的确啦，就是这两天看到这样的消息，而且今天的 LINE，我有很多群组，然后他们也在分享，就是说现在的确还是在推销那种出到美国去打疫苗的这种，打辉瑞，打莫德纳，对对对，就是打国外的这些疫苗，然后他们的团费是多少，几十万起跳这样子啦。那有经济能力的人，他们去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像当初台湾是全地球最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也都逃回台湾来，那个感觉是一样的。那现在我觉得，如果这些人他们做好了自身的防护，然后也不担心在飞机上面的风险等等的，他们都能够一切，都能够保护的很完美的话，他们选择要到美国去尽速的打到疫苗，我觉得，这是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选择。但是台湾留在台湾的人也不用灰心，因为明天我们起码就会先到120万剂，然后再接下来，六月还会，我之前也讲过嘛，六月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数量的疫苗还会来到台湾。接下来七月可能桥接的就是国产的疫苗，然后八月还会有我们外购的疫苗还会来，也就是说接下来的疫苗会陆续的到货，那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施打的动线、施打的这个流程能不能够如此的顺利，让每一个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都打到疫苗？这个其实是目前台湾比较应该要事先准备。所以施打潮来喽！来，我觉得不要台湾人不要用一种好像很不爽的心情对他们啊，说你们回来避难。现在美国疫情比较好了，然后你美国有疫苗了，台湾没疫苗，我们就跑掉，就离开，好像太现实了。其实我要不讲，里面很多哈，像我朋友也有，他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念博士，他两个小孩跟着他去美国念书，然后他们回来了，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因素，因为美国学校都关门了，但是他们在台湾其实每天过的是颠倒的日子。所以他们还要上课，就你看很多小朋友带着妈小朋友，因为他们在台湾是视讯，我们白天他们白天我们晚上，他变成这几个月每天都在熬夜，就过着颠倒的生活，所以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他们的精神压力都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希望小孩子能够过一个不要日夜颠倒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不要说他们只是去打疫苗了，不是有些可能也是开学，开学都开学了，我要每天都停止视讯了嘛。对。